哦，大家好，我是混沌，现在玩的游戏好像叫什么暗黑编年史，还是什么黑暗编年史，也有叫编年史的。那我先挖个坑哦，它刚好在打折啊，-50%。那目前评价是7824篇，压倒性好评。那你如果要买那个组合包的话，就不要先买本体哦。我本体买下去，它组合包好像就只能用来赠送了。少10%优惠这样吗？哦，然后这个目前只有简体中文哦。它是一款暗黑 like 吗 ？Diablo like， 欸，它没有标签。哦，目前看一下评价，有官方中文的。那这款目前好像已经不会再更新了吗？欸，这样讲对吗？哎，玩的时间好像都没有很久，60小时，哦，400小时，180，比黑石还好玩。嗯，好吧，然后那目前算死低吗？我不是很确定啊，-50%。如果你是阿根廷人或土耳其人的话，会便宜更多，我就。算了，没有很想尝试，怕被锁账号。那，啊，这个应该还蛮常打折的啦，错过就再等等看嘛。那说不定 Epic 直接送了，不好说。好，然后这个就说最后一次更新哦，最后一次更新，3月3号发行，所以目前应该是就不会再有更新了吧，大更新之类的。诶，我说未来可能还会有更多的更新，哦，修复较小，修复或进行较小的微调，啊，可能不会有大更新的哦。啊 ，DLC 我之后再看看要不要买啊。我还要先玩一下那个僵尸毁灭工程，还有死亡复苏吗？叫死亡复苏吗？哦，然后详细的话可以看一下那个莱斯哦。这是2年前的影片了，因为我是最近刷到吗？忘记了，刚好在那个那叫什么那种愿望清单里面，啊，看到它特价，啊，我先放着，之后应该会玩吧，还是不好说。好，我先挖个坑，之后再看看。那差不多这样啊，它特价到8月29号，那这个。应该之后也会有特价，如果错过的话。OK， 那差不多先这样啦，大家拜拜。